校长，我想问一下，上这个学校需要什么条件吗？拿身份证、户口本，然后考试。如果你女儿是外地的，就要交择校费啊，一年3万。就这么一点钱呢？就那么多。妈妈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学校呀？你不是那个学校的，他们不会让你进的。 校服，他不用上学吧，也不用写作业。这位同学，你哪班的？喂，别跑，拦住他！